据报道，孙俪与邓超结婚有六年，婚后育有儿子等等和女儿小花，一家四口生活趣事不断。14日，孙俪在微博上晒出一张儿子等等的画，并附文：“等等送给我和他爸爸的情人节礼物，他画的我们。”照片中，等等所画的孙俪戴着耳环，浓眉大眼，而且身材修长，脚下似乎还穿着一双高跟鞋。另一边的爸爸邓超却是小眼睛，身材又矮又胖，双腿也特别短。不少网友看后大赞等等的画工一流，我说等等是灵魂画手，没人反驳吧。没想到邓超一看到自己画中的样子就崩溃了，孙俪还特别在底下留言说明自己是右边的那个。邓超随即崩溃大喊：“我不要左边。”之后还控诉老婆嫁祸给儿子，自己画的非得说等等。夫妻俩一来一往的逗趣互动让网友笑翻，可见两人感情是非常好的。